使祈福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看看，真的没事。吓死我了！大人，没死，只是受到了猛烈撞击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。此人力大如牛，情况紧急，我只能将他打晕。喏，人赃并获。阿泽，把他带去附近的医馆医治，带上全部人手，严加看护。是。带他走。是。你是不放心顾佣？他之前一直阻挠我们查案，怎么会眼睁睁地看我们把他带走？我担心他会杀人灭口。刚才那么英勇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我从来就不觉得英勇的人应该无畏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上官小姐是大英雄、大功臣，不过不许有下次了。啊，知道知道。哎，刚刚那个姑娘在哪儿？我得跟她道个歉吧。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，她说能帮助县衙查案，她不仅不介意，反而还很开心。那还不是看大人你的面子？怎么会呢？毕竟我比起卓少主来说，还是差远了。哦。完成任务，编的，编的。今天河阳挺漂亮的，对吧，上官小姐？我们还没好好逛逛呢，不如我们现在继续逛逛街。嗯嗯，好，请上官小姐。好。哎，大人，一起呗。一起。好啊，走吧。